大家好，我是阿米。一年一度的春季大纷纷啊，即将到来。然后我前20天就开始放了又分箱，然后今天我过来巡逻一遍啊，巡逻一遍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哎，这第一个被人家给扔掉了。在那个位置下去捡一下，这边人家砍树，哎，这第一个被人家给扔掉了。哎呀，这谁把我箱子给扔掉了？哎呀，你砍树就砍树呗，我这分箱又没碍你什么事。哎，然后这个放的时间有点久，蜡颜色有点变，我们再给它补一下蜡，然后继续放着啊。这个蜡杆涂上去是黄色的啊，如果有太阳晒到它一段时间就变白了，变白属于正常现象啊。第二个土地公，这是来了吗？我给它开起来看一下啊，这一年没油分了，我都看不懂了，这么多。来了，来了，哇塞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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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！然后晚上要过来给它搬走啊，移走。哎呀，这里还有一箱，看一下。我去，啥情况？这啥情况？哎，这可疑嘞，这个好像不像来，好像是侦察粉，没有刚才那个进进出出那么多啊，这个估计还没来。就几只在门口爬来爬去的，没有出路的。这边一下子丢两个，这一个，啊，这一个，哎呀，今天这么早就发现丢了。现在玩的人多啊，丢的多，这个是意料中的啊。当然我每次都说啊，这种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大家想玩啊，自己去买个箱子是吧，或者买个桶，找个位置放一下，它就来分。然后出去放的时候碰到别人的不要去动，对不对？我们出去天天这样这种地方去放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别人的桶，对不对？你拿我的，我拿你的，没啥意思，对不对？玩的就是求心理安稳，对不对？偷的东西你回去吃，这个蜜好吃吗？是吧？啊，都无所谓了，这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去计较一个两个箱子啊，跟大家说一下，没必要，好吧？这里一个又没了，哎呀，头大大的，不好玩啊，又没了。今天概率真高啊，比中分的概率都高。这个没来啊，然后又给他。弄一下蜡，里面给它烧一下，静待来风啊！你们看多容易，对吧？啊，诱风一点技术都没有，知道吗？你只要用诱风箱啊，用箱子，也不要去找什么石头啊、大树啊，对不对？老房子啊，因为你看好的这些东西，虽然说啊，这些位置很好来风，但是丢的概率太高了。就比如说老房子，为什么老房子丢得高？大家都去找老房子，你不偷别人的，不代表别人不偷你的，对吧？然后你用这个箱子啊，茅草堆，对吧？茅草堆多的是，对不对？你往茅草堆里面一塞，
这种地方丢的概率就很少啊。这个没来啊，蜡给它刷完了。这一箱还没来啊，但是我刚才看到一个蜂钻进去，就说明侦察蜂已经发现这个位置啊，出来了，有一只蜂，然后蜡再给它补一下吧啊，这个放的有点久了。像我们巡逻幼蜂箱的时候哈，里面我们顺便也给它看一下，像有的怕蟑螂啊、蜘蛛啊这些跑进去啊，如果有的话也给它处理掉，这样不处理的话影响效果啊。有蟑螂、蜘蛛在里面，那个侦察蜂进去会被吃掉啊。千万不要舍不得蜂蜡啊，这极低蜂蜡换一群蜂还是蛮划算的啊，多搞一点。现在这个像这种也是百分百来的啊，有侦察蜂百分百来的。这个位置啊，去年用了很多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猪圈大家都比较熟悉啊。来看一下猪圈来了没有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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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猪圈也废了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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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说再咋玩？总共放四个，今天玩蜂的人多啊，兄弟们啊，不能这样搞啊！啊，那边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啊，这你没拿？啊，我放四个，你还给我留一个啊？我估计他这是没看到啊。哎呀，来了，但是开心不起来啊，翻四个箱子，翻四个箱子。这个位置我放了两年啊，去年又到了八群还是九群啊，但是接下来以后真的玩蜂的人太多了，多就算了，对不对？这东西不像考大学那么难啊，你只要有箱子、有手、有脚，对不对？很好种啊，因为抬头不见低头见，是不是？你不会玩蜂的人不会去拿这个箱子，都是玩蜂的，等一下都是认识的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抓到了又不好，是不是？所以说，一直在讲这个问题啊，真的，我丢个几十个箱子无所谓。是不是做人的道德是不能丢的，是不是啊？你看多可爱，是不是？这多好啊，自己诱到的多好啊，去偷别人的真不好啊。第七个丢了，第七个啊，这个洞洞，哎，中了三箱丢了七个，前所未有啊。来，重货第四箱啊，这也来了，箱子都歪歪的，它也会来，给它先放整一下啊。好，第四箱，第五箱啊，重啊，重重重，你看他这几只是趴在上面在摇这个蜡，蜡摇回去可能是要建窝做巢啊。好多啊，这也是一个侦察蜂啊，我刚才刷蜂蜡的时候他从蜂箱里面跑出来，不知道有没有受到惊吓。哎，又来一个，两个，快了啊。我们这边荔枝花啊，马上就要开了，还有十天啊，马上就要正式进入大蜂蜂。荔枝树最讨厌的，哎，长白蚁的，全部长白蚁的。等会烧一下，处理一下。那个
在一段时间没来看，整个箱子就废了。现在还好来得及时。嗯，好远。这一个被人给掀掉了。换个六分箱，哎，处处，哎，绳子都被人家给折掉，哎，绳子被偷掉，哎呀，绳子偷走了，箱子没偷，什么情况啊？好了，没绳子就没绳子呗，啊，中了再说。草虫啊，又来一窝。应该是第六窝，好像我都给整闷了，应该是第六窝啊，草虫的啊，但是感觉这一窝不强啊，应该是个小蛋群，又中了啊，又中了，应该看了四五十个箱子啊。这是第七箱啊，第七箱。这个风刚来都喜欢趴在门口，在这边咬这个风蜡。一个下午啊，大概看了有五十箱左右啊，应该是中了七箱，然后丢了七箱。对等的概率啊，今年丢的我估计会很多啊。然后。说明我们这边开始分分了啊，开始分分了，但是还没有大分分，如果应该再一段时间啊，所以说想又分的朋友啊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抓紧时间，就是这个时候，不要再问什么时候又分了啊，就是这个时候赶快行动起来啊。然后明天也是接着巡逻捕蜡啊，今天看了一圈，因为我放了有二十天了啊，那些蜡已经都变色了，然后再补一下蜡，这时候补一下蜡就很给力了啊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天天去放箱子、搬分箱，反正就是头尾分分一两个月啊，一个多月，天天都要去搬分箱啊。那今天视频就先这样，感谢大家的观看啊，拜拜。